算命师，这三大生肖未来的九天得到意外的收入，接二连三中大奖，注定要暴富。人活一辈子，生活中总是会迎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得到意外的收入，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例如下面说到的三大生肖的算命师说，未来九天接二连三中大奖，只要抓住好时机，不管是大财还是小财，正财还是横财，总之就会统统进入自己的口袋，注定要暴富。生肖牛，牛年出生的人生性大气，优雅富贵，他们独特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不管路遇多少困难都未曾放弃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积累，让他们迎来了好运气。命中解星坐镇，其财运定然势不可挡，未来九天接二连三中大奖，只要能抓住机会，就很有可能会出人头地，往后日子红红火火，财富也能水涨船高，要暴富。生肖兔，兔年出生的人生性聪颖，天赋异禀，天生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他们为人处事低调善良，在职场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受到同事领导的认同。命中不仅有月德星主万事吉祥，还有兴旺星主兴家旺业，接下来是好运如虹，惊喜的事情会不断发生，未来九天接二连三中大奖，如果在事业上能投入更多的努力，必定好运不断，钱包鼓鼓，要暴富。生肖鸡，鸡年出生的人为人非常的聪明，而且胆大心细，能说会道，非常的适合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做什么效率都是非常快，而且思想非常明确，认准自己目标就坚持走下去，所以性格非常坚毅。因其财帛宫有霞喜贵人相助，未来九天接二连三中大奖，注定要暴富。需要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人，别被他们夺去了胜利果实，就能让之前的付出得到回报。生活中始料未及的事情非常多，包括人的财运，有时苦苦寻觅财运而不得，有时你不想发财，老天爷也会助你一臂之力。这些生肖的人，人算不如天算，也许蛰伏许久不见转运，但转运发财其实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正如下面这三大生肖，七天的时间里就要走好运，马上有钱花。生肖马，生肖马在前些年吃尽了苦头，通过自己的努力，今年的时候峰回路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如鱼得水。在未来七天里，只要好好把握住机会，就能够大赚特赚，有机会改变命运，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财运连连。生肖兔，生肖兔非常的温柔，天性善良，在未来七天里，他们财运顺利，能保持住稳定的局面，钱财收入依旧高涨，越来越幸运。但求财尚且勿过于贪心，否则有破财的可能。生肖羊，生肖羊内向，但是很稳重，在未来七天里得到贵人的指点，越来越幸运，再加上各种外援，赚钱可以说是轻飘飘的事情，出身再差都不会愁钱，收入可观，财富充裕。生肖牛，生肖牛不善言辞，很老实，但是一生中贵人很多，在未来七天里，生肖牛运势大逆袭，横财大发，越来越幸运。加上生肖牛能忍耐又直爽刚毅，朋友也多，会为自己带来比较多潜在的发展机会，财运滚滚。生肖龙，属龙的朋友天生就有着很好的福气，再加上他们非常聪明又肯动脑子，所以在生活之中不会吃大亏，在未来七天里，他们的运势终于可以拨云见青天，让自己收获了好财运，今后也能够保持财富收入源源不断，还能够遇到一大堆的喜事，让自己每天都喜洋洋。生肖虎，虎年出生的人生肖虎的运势一直反复无常，一直也没能享过富贵，左右逢源，在未来的七天里，生肖虎的运势出现了转机，得到财神爷的关照，机会得时有望早生贵子，天天赚大钱，金石未开，属相虎的人便可一生无忧，
富贵延绵。生肖鼠，属鼠的朋友，在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天使，他们的财运会不断提升，总是会遇到一些磕磕绊绊，也颇有女强人的风范。生肖鼠有五行相生之局相助，属鼠人自然就到了贵人的心里，自然也就有很大的福气了。虽然生肖属鼠的人能力非常强，有望一夜暴富，天天赚大钱，都不喜欢过度依赖父母，一富就是20年。生肖狗，狗年出生的朋友，性格憨厚，为人本分，近期他们的运势忽高忽低，特别不稳定，导致情绪低迷，身心疲惫。不过在未来的7天里，他们会被好运包围，大吉大利。除了事业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而且财运无比亨通，赚钱的速度越来越快，感情中一帆风顺，和伴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三大生肖命在上级，横财临命，横财运大爆发，年底前必暴富的生肖。生肖鸡属鸡的人，个性温柔善良，乐于助人，年底之前得菩萨保佑，财运大开。再加上自己的命格天降横财，事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富贵命运。同时受到太阴的照顾，他们不但身体健康，而且财运相当不错，无往不利，大富大贵，飞黄腾达。这三大生肖命在上级，横财临命，财运相当不错，年底前必发财。生肖虎属虎的人，热情有活力，不喜欢说谎，但要论起说谎能力，他们轻轻松松挤入前三名。他们爱孩子非常用心，并且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他们命在上级，多劳不乐，人生运到极旺，年年有余，年底前定能翡翠宏图。这三大生肖命在上级，横财临命，财运相当不错，年底前必发财。生肖蛇属蛇的人，拥有乐观积极的心态，未来几个月运势走高，之前工作中所有的繁琐事都能很顺利的解决。再加上得正官吉星的照应，定能成功致富，家业兴盛，正财横生。同时遇事总能逢凶化吉，一生名利兼得，事业有一番大成就。这三大生肖命在上级，横财临命，财运相当不错，年底前必发财。来源论坛，快来加入每日看正妹好友。属鼠的朋友，天资聪颖，多才多艺，虽然给别人留下目光短浅的印象，但却心思缜密，考虑问题多方面，特别是在投资领域当中，他们目光独到，基本上没有亏损的时候。五月份到来以后，他们财运只增不减，之前被小人迫害的情况也不会再出现，钱财不断的被积累，富贵多金。生肖马的朋友，性格豁达，有宽广的胸怀，从来不会去和别人计较，他们成熟稳重，行事周全，可以得到别人的欣赏和器重，一生当中贵人遍地，无忧无虑。特别是接下来5天时间内，属马人在商业当中发现了不少的机会，鸿福旺盛，有机会在贵人的帮助这成就人生大业，富贵多金，钱财大旺，平安顺遂。生肖兔的朋友，天资聪颖，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大多数属兔人野心十足，不甘于碌碌无为的工作岗位，喜欢去打拼奋斗。事实证明，他们的能力是很犟的。未来5天里，属兔人被好运包围，大吉大利，命中贵人会不断出现，帮助他们发家致富，生财有道。生肖龙的朋友，男性具有很强烈的奋斗性，女性也十分顽强。因为龙年出生的女性有时表现出超过一般女性工作能力的女强人姿态，这种表现常导致男性的畏惧感，而延误了他的婚期。未来5天中，生肖龙的朋友有望被福星高照，福运连连，事业也是有望高升，
生肖龙的女性朋友或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或许是事业上的伙伴。生肖猪，猪年出生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十分高，为人处事